哎呦，开一个小时车终于到家了。俺哥带俺嫂今天来家了，俺今天来给是来蹭饭吃。小狗开始迎接你了，叫了。嗯，你不让老天天来家吗？这又会好的天，走。哎呦，我妈！阿旺又回来了。阿旺不走呢？啊？哎呦，哥把俺给接了。想没想我？想了，好吧。老黄，老黄了。亲爱的，想大娘了哈。阿哥呢？今天，谁跟叔叔打来的？阿芳没有了哈。我就给打了。阿芳。来了吗？来了。阿芳好像到了陌生的地方。来。啊。那是谁跟张大妈这么玩？不是，我给他玩。他妈，我妈说了。给你啊，给你，啊，那个给你就给你哈。那我有狗笼了。我来不是狗笼，我来叫大别墅。啊。杨妈，为什么吃饺啊？这饺子得面糊哈，团团圆圆，吃饺子叫窝窝生生，顺顺当当的，懂不懂？啊，懂。可以。跟烟，烟没放啊？烟没放，我尝尝。没放，这烟没过了，烟没过。没个，你想吃我就吃了。杨妈，你看着来呀？你看着我大爷烧锅，俺嫂子切鸡的包饺，俺妈给人忙前忙后的，还来给家这生活过得很幸福了。自豪，必须的。这韭菜的肉哈，透鲜的。哎，这味道，绝对的。哟，我给你，我干快的。阿嫂，我干。那你看，这个弄，你看，我要抽上这个口。这个你抠过这个哈？嗯。啊啊！别说哈。他怕捣乱的，一包饺子他就捣乱。不要紧，包饺子他能够捣乱，不还包。哈哈哈哈哈。那我弄弄，我给你吃。我少吐出来。还吐了稍微快啊！饺子还没包好，水又上天了。又买我大姐姐。子睿啊，叫你大爷来家吃饭了，好拿姑去的。我大哥，我大姑呢？那我一到家不知道跑哪过去，一天哪不回家。正面啊，呀妈，我跟我说养猫，看搁外头时间长不来家哈，也是最好个猫友啊，到处溜啊。哎，养妈，你看来家子不？今天饺子不要你包，锅不要你烧，烧我呀！今天开缸下缸了，又大烧了，看来。开了。拿牌就好。那抽不拉一碗吗？都是大多汉。那个大碗呢？后面就往这个打了，没有小翁。他那我冻上饭了。还冻了。端个汤不吃？走。小马。烫手啊，烫了。哎，发蒜，这饺子没有蒜，是味道都少了，快。这饺子配上这个青蒜，可够味了。阿胖。今天带你走亲戚喽，到这个家什么感觉啊？你是来走亲戚的吗？俺是回娘家的。这亲戚卷上都是了，爸爸，这人朝后站的。我以为你出去了，又搁庄上乱跑的，还弄个不粘个车的睡觉。受了了吧？你来过来，给我抱抱，啊，这天哪，受了了。现在一分钱。一分六。一百零五，比我还那十三十斤，就差这个饺子就算上最好吃的。你瞧见你要养的？哟，还有多少斤米的？这都也够不到啊。大官，你搁外边包买点饺子有没有人问呀？没。还有妈的包着饺子有味不？他家里包饺子，从小的。来，妈，从小我们俩比赛啊，现在也来比赛来。吃上能吃上老妈这饺子，那很幸福了。
来教他的头衔吧。什么话也不说，看没看着见吗？开拉菜也不一样，你看我瘦了啦，以前200多，现在才160，瘦40多斤啊。瘦了了，真的。可不容易。不可以。这你再熬夜，你这车也要开哦，大哥。你放心，你带俺嫂子俩出去开车出去。哎，我这亚妈经常来家看我妈，对不对？知道吧？你放心，俩人出去就放心，口信都行了，行吧？哎呀，又啥不啥了，又开了妈妈一大碗。二哥，你开几碗？1万多，几个点好没吃了。我妈包着饺子就是好吃。